我没有做特别做出应变，从八仙晨报那一天那一周我就已经在开始做这件事情，那个文字的新闻一直到现在，然后影片的话现在已经有80个片，12家新闻台，24小时测录，7、8颗的一碟，然后大概有8000个小时，我应该没有，但少录本来是100天的，然后我是谁？我是 Michael 啊，然后就这样子快速看过就好了。然后新闻的品质，如果在座也是关心新闻的品质，就一起帮助我这个任务。然后就是影片的内容，那你看一下而已，反正一大堆资料。哦，对，这是我的一个号召的口号吧。然后检查一些劳力的一些东西，不过这个是旧的，所以在今天的一个列表比较多。然后就是新闻。页面啊，不对，我要口头说，就是说那个，我们现在已经三次新闻时候已经不是，但是蒙检时候上个月的时候有找到一位那个资料，那个他是自然语言分析的，所以龙岭他那边有一个 News Different 的那个所有的新闻网页的存档这边在弄，不过遇到一点技术障碍的问题，所以现在还要先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龙岭要在。解决这个它的那个原始档，我们就新闻，就所谓的原始档就是新闻，然后那些介绍档有些要分出来，还没有分完。然后影片档的话是要用人工智慧来处理，所以比较麻烦。然后今天会把网页弄完，然后我因为我下午要赶场，所以我最慢我会到1点半，我要找我会早一点快一点，因为我下午要去那个台大。要范云，我要用公民记者的身份问范云问题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子吧。好，谢谢 Michael。那下一位是韦婷，然后再下一位是 Y。